啊，大家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主题啊，主题游戏啊，这个游戏的难度可以选的，我们选择这个作弊啊，然后这边有一个游戏难度啊，选择专家模式最难的啊，选择之后那这个敌方的进攻就非常猛啊，就 AI 非常高。那我们直接改一下之后，我们这个啊，我主要是要选哪个？选这个老头啊，打遍天下无敌手，不是我们有这个金刚不坏之身。随便选择一个试一下，这个老头子。敌方竟然进攻高，但是他打不赢。被碰死。KO。确实猛啊，敌方进攻非常猛。Lady Go。就是那呀，用头呀！我的，我的，就是那呀！来呀！我的，要打。我还以为我先打 KO， 满血了，没血了，我的天哪，这还砸我 ？Round three, ready go！ 投下！投下！滚！这火力！喵！我好想说呢！强啊强 ！Winner。我就没办法了。哇！刚才这种连击，大家看清楚了吗？金刚不坏的。KO。Round two, ready go。Round three, ready go. 直接把他火葬了。Winner！ 红鼻子了，小小个的非常强大，醉拳。Round one, ready go！我刚才应该喷眼了。KO。我们同样是，同样是这个，但是 Round Two， Ready Go。
这子弹还能穿过去啊 KO 行啊有你白痴 Winner is Mike我们碰上大波妹的话他们也得 Round 3 Lady Go 我知道妹妹我知道妹我知道妹刚不坏之说老头 Round 4 Ready Go 这样子打实在太爽了 Winner换一下这个试试啊一样的 Round 1 Lady Go King You get King这确实他们攻击特别猛啊这专家模式的啊所以他们的进攻很猛但是我们这个有了这个护体保护打的身体也壮了这种攻击看到没有KO 耶Round 直接冲过去抓他好吧 Lady Go 用脚弄得很猛踩死用脚都很猛踩死比较好玩 Round 1 Lady Go 快走开Round 2 Ready Go
안 돼. 뜸. 라운드 1 레디 고! 눈이 가요.
Congratulations!